耳朵不太好，我还是小声一点好了，没关系。我们准备要来进行今天的教育说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，光哥？没有，你介绍，交给你介绍，就教这种的啊，换我来介绍。那我们首先，我们第一位教育就是我们的，时间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二八的教学考评。叫那Tonight, tonight, tonight, tonight.